指尖起落，琴声悠扬，微风轻吹，歌声传情。我是被音乐吸引过来的。举办这样的一个音乐会，更可以让附近的民众可以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会所。在快打战的时候啊，我们大家都有一起嘛，所以已经有一些革命的感情。所以我们借着这个船与船的这个连展，我们就把整个社区就连起来了。我们刚好这里有一个公车站，当你心累了、身累了，随时都可以停下来，可以到我们这边休息一下，进来喝喝茶、看看书。接引邻里欢喜亲近，民权联络处是慈济在台中第一个家。晚上暗时呢，上人都会向大众来开示。里里外拢挤满了，你看客客客，你看拢客间咧，内底拢客客，啊咧墙啊顶嘛人坐，墙啊顶嘛人坐。我迄阵呢，我伫阮兜的厨房隔墙听经呐。搜罗珍贵文物与史料，处处都能无声说法。啊，这个就是在地下室我们把它找出来的，有一张照片就让人家觉得说，哦，以前慈济五十几年前就是这样。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呈现。921大地震，这里是中心，上人在楼上指挥开会，整个物资几乎是绕了一圈。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夜晚两点多钟才回来，有的在海线，有的在山上。哎，到山上那是很麻烦的。一个号码哈，一跳一个山头。不怕山高路远，无畏困难麻烦。起家厝记录慈济精神，广开大门，莫忘传承。